我不太确信，起诉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。您呢？您确信吗？我，也许你们不相信。时间干得越久，我就越不自信。我老在想，我相信的那个是真相吗？万一我错了怎么办？那这个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们全都确信是他干的，检察官的内心确信固然重要，但证据却更为重要。在我看来，这个案子就是一个我们能看到，但法律并没能完全看到的案子。但愿今天以后，历史不会证明是我们错了。请公诉人、辩护人入庭。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庭。报告审判长，公诉人、辩护人已经到庭，被告人许志毅已在羁押室候审，法庭准备工作就绪。报告完毕。待被告人许志毅到庭。杀人犯，杀人犯，你是杀人犯，杀人犯。志毅，志毅，志毅。请法警给被告人许志毅打开谢具。现在开庭，被告人姓名。许志毅，出生年月日。1958年12月13号。家庭住址。本市陈氏花园小区 A 座120室。被告人许志毅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，因生活琐事不顾夫妻情谊将被害人杀害，手段残忍，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辩护人辩称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，经查由被告人多次供述与现场勘查吻合，供证稳定一致，且有尸检报告、凶器等物证支持，足以认定本案事实，故辩护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。辩护人所称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属实，本院予以认定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8条、第50条、第51条，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程序的决定之规定。判决如下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许志毅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如被告人许志毅不服本判决，可于即日起3日之内向滨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。现在闭庭。待被告人许志毅退庭。判决，许志毅冤枉啊！志毅，上诉，你一定要上诉啊！志毅，上诉啊！志毅，志毅啊，要上诉啊！杀人犯，你还我女儿，你还我女儿，你还我女儿呀！志毅，你还我上诉，志毅，法官同志，我们上诉，志毅。叫做认罪态度良好吗？他哪良好了？他杀死他老婆，害死了球队，裁判死缓，法律对他也太宽大了吧？走吧。结束了，啊，嗯，好。这种人啊，就应该千刀万剐，要不然啊，我们的社会风气都被他搞坏了。我们的法律对这样的人就是太宽容了。为什么不判死刑啊？就应该判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我告诉你，枪毙都便宜了，大老板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杀人犯，真不杀你，这杀的不会有判大刑的。你这杀手真不是志毅杀的，不是志毅杀的，为什么？啊？你还好意思喊我亲家？谁跟你是亲家？啊？亲家的儿子能把亲家的女儿杀了吗？事情不敢说。怎么别听你姥姥的，你爸爸是冤枉的，来怎么来怎么跟奶奶回家，好吧，跟奶奶回家啊，跟奶奶回家，你休想吧，你跟奶奶回家，你休想，哎，你休想，等，这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孩子吗？别吓着他了。你看，周检察官，当初您是怎么回答我的？您跟我说让我相信法律，我信了。现在志毅被判了死缓，证据不足，怎么就能把人给判了呢？大姐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许志毅如果对判决不服，可以上诉，上诉不成，以后还可以申诉。现在事情暂时已经这样。我们得首先考虑孩子，看看这孩子愿意跟谁过。当然得跟我了，他儿子把他妈妈杀了，怎么可能再跟他？哎，亲家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家的条件比你们家条件好啊，就让子萌跟我们过吧。你要是想他了，你可以过来看他，行吗？你不知道你培养了一个杀人犯儿子了吗？还想再培养一个杀人犯孙子啊？啊！老人家，休想！你休想！听我说两句啊。有的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孩子的爷爷奶奶，双双健在，身体都还不错。您又是一个人，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，让他跟爷爷奶奶过吧。
要不，你们轮流抚养。行啊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啊！杀了我闺女，我就那一个闺女，现在孩子没妈妈了，孩子没妈妈了呀！怎么可能还跟他？怎么可能还让他养？我不会给他。走，什么？跟姥姥回家。什么？啊、你是爷爷的孙子，也跟爷爷走。什么狗屁爷爷！你是爷爷的孙子，你跟爷爷走，不能跟他走。不可能！什么狗屁爷爷？那你儿子杀了我们！什么？我舍不得。咱回家，走，咱回家。吓人！咱回家。妈妈在家等你呢。我那个闺女，走出来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奶奶家肯定理亏，抢过姥姥家的。我是替这孩子着想。就算是他爸真的杀了他妈，如果孩子跟他爷爷奶奶过，那爷爷奶奶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消除他心中的仇恨。如果跟这宝宝过，我怕孩子这一生就得在仇恨中度过。那怎么办呢？盼都盼了。哟，你这家伙，时光他妈来过吗？人家那边都结婚了，又有孩子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好好过日子，孩子我来管，啊，是我儿子。咱俩的，我的。走了啊。好好上学，放学后自己回家。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你听着，以后别人可以欺负他，你不可以，明白吗？知道。哎哎，干什么呢？哪个班的？哪个班的？欺负同学是不是？哪个班的？领导啊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别怕啊，孩子。你说本来是他爸爸造的孽，现在都落孩子身上了。老人家，以后别老跟孩子说这个。别怕。哎，你们仨，看着同学欺负同学，怎么能不管呢？时光，你爸爸为救他爸爸牺牲了，他爸爸现在是罪犯，可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去，跟他握握手。
你们认识他吗？当然认识了，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徐子萌，他学习可好了。好。徐子萌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记住啊，子萌，他以前是你们的好同学，今后还是你们的好同学，跟我走。子萌，他们刚才骂你，你为什么不骂他们呀？下回啊，你狠狠的骂，要是不敢，我来帮你。走，上学去吧。爸，你上班去吧。嗯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真正开始了。迟迟没有把他的愿望付诸实施，是因为他要设计出这世上最完美的谋杀。他觉得只有最完美的谋杀才能配得上他与他的爱情。邹彤，你怎么不念了？没了，今天就念到这儿吧，明天还要背法条呢，睡吧。念念呗，嗯，也行。其实呢，他现在已经更新到他终于把那件事情给做了。我觉得还是别念了吧，我突然不想听。什么呀？就你们这点小胆还学法律呢，真没劲。我都不敢去洗漱了，你们谁陪我去洗漱？我陪你去吧。好吧，先睡了。兔兔，那你也休息吧，我去睡觉了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邹彤，那个守夜人是徐子萌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谁不知道？高中那会儿他就写，毕了业之后也没上大学，你说他写的这些东西能出版吗？学也没上，那以后怎么找工作呀？为什么要找工作呀？他那么有才华，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作家。你记住了，子萌这辈子注定是不走寻常路的。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？他可是杀人犯的儿子。杀人犯的儿子怎么了？他爸是他爸，他是他，他就因为他爸犯的错，才遭遇到了今天的不公。我特别为他不平。那个时候他怎么了？他反抗过吗？抱怨过吗？每天就是写啊写啊写啊。反正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邹叔叔会同意吗？我的事情为什么要我爸决定啊？而且其实我爸那个人呢，他也挺开明的，从小他就告诉我不要歧视子萌，觉得我爸一定会同意的。祝福你和徐子萌。谢谢。
第三大题的第二小题怎么选的？选 B 还是选 C 啊？哎呦，我都忘了。那第五大题你答了几点啊？哎呀，我卷都交上去，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及格万岁，只要老师肯打六十分就行了。你打算去找徐子萌啊？对呀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偷偷在网上给他注册了一个 ID， 把他的小说贴到网上，结果这两天点击量暴增。我必须要先下手为强，不然过两天他就该被疯狂的女粉丝给抢走了，到时候我哭都来不及。你真的要向徐子萌表白啊？嗯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啊？哦，下午是公司法，太没劲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刘老师管得特别严，每次上课都要点名的。啊，点名你帮我应一声就行了，回头我抄你笔记啊。子萌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柠檬口味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其实，在我十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不对，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。我多希望你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。你在我眼里是那样的高傲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。周彤，陈硕吧，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？连头发都没变化，也不长个儿，还那么矮。你也没变，还跟柴火妞似的。我听说你考上了西南政法。你在这干嘛呢？你叨叨什么呢？不管着嘛。你干嘛呢？怎么人？你交女朋友了吧？啊！你交女朋友啦？哎，陈叔，你看你，我刚付完账，扭头就不见你。我女朋友。陈叔叔好。周彤。啊，我听说了，你爸爸现在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啊。他还好吧？啊，他挺好的。您怎么样？您身体还好吧？我还好。我退休了，也不忙了。哎，你们老同学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那要不？要不，你别，人家在这等男朋友呢，赶紧走吧，赶走了啊，拜拜。哎哎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有空来家玩啊。啊，问你爸爸好。哎哎，陈叔再见。再见再见。也不知道帮你爸拎个东西。陈硕，我告诉你，周彤的爸爸现在是检察长，虽然和我们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他跟葛局长关系好啊，你应该多跟他聊一会儿，以后这都是关系。你怎么满脑子都是关系啊？你就拿着什么呀？礼物啊，你上门求人总不能空手。你就看着，你给我拎着，多沉呐！这，我跟您打赌啊，他不会收这礼的。人家现在是局长，要不想帮你这忙，你送这些都没用。那想帮就帮了。你不懂，葛局长是个好人，见我呀不笑不说话。我退休的时候找过他，我就提一个要求，就是你的事儿，他是满口答应。哎，那他要答应了，咱就别送礼了，还让人笑话。官不打送礼的。你托人办事儿送个礼，这是最基本的礼数。你年轻，这事儿你不懂，爸爸明白。跟着我走吧。啊。吓我一跳！你发给我的我都看完了，你简直写的太好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念给我们宿舍其他人听，把他们吓得都不敢去上厕所，也不敢去刷洗脸。哎，你写的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把小说拿去出版啊？我也没想过，就是平时爱好。再说网上
专业的比我多了，我这不行。周彤，你觉得我写的是真的好？当然啦，不是我一个人觉得，我们宿舍所有人都觉得你写的简直太棒了。你过来。哎。哎，这不是我的小说吗？你看看点击量，多高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了好几次，你都不同意，所以呢，我就自作主张，偷偷在网上注册了一个 ID， 名字就叫守夜人。守夜人。本来呢，我想一直瞒下去的，但是这两天网站的编辑给我打电话，说要和作者分账。我就只能告诉你了，要不然我就该成贪污犯了。这网上真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我的小说吗？真的？怎么，你相信我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伟大的作家。谢谢。谁呀？我。哎，你好。你是，你找谁呀？我是市公安局的，我叫陈千和，现在退休了。葛局长是我的老领导。老陈啊，葛局长是老陈。佩琴，你不认识了，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同事啊，前年刚退休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。这是，这是我儿子陈硕，他现在在西南政法大学读书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哦，长那么大了，快叫阿姨。你好。哎，进来进来。局长，我退休的时候呢，您答应过我，今天呢，我就把我儿子带来了，让您看看，啊。他呢，从小就想当警察。这孩子长这么大了，那小的时候都跟葛晴啊、曙光他们在一起上学，长这么大了。老葛，哎，你来看看，这冰箱好像是不是不制冷了？我去看一下。哦，你坐，没事，你坐，坐，孩子。咱不该来。怎么不该来？我们是来上门求人家，难道你还让人家上我们家门吗？你可别随便答应人啊，这答应了不好办，咱还有曙光呢。你放心吧，谁也代替不了曙光。陈千和也是局里的老同志了，人家好不容易张回嘴，我先答应着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啊，我先过去。局长，哎，坐，坐，老陈。刚买的冰箱，他也弄不明白。哦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他想当警察是吧？对，就是说孩子的事儿嘛。他呢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在政法大学。哎，这孩子呢，一心一意想当警察。嗯，好。不过老陈啊，有个情况啊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，啊，不知道有几个名额。曙光你知道吗？裘木的儿子，烈士的后代，哪怕有一个名额，我也得先给他。那当然。局长，您把陈硕排在他的后边就行。好，我这事儿我记住了。哎，麻烦局长。哎呀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。到局里去一趟，又耽误您时间了。没事。陈叔，快，谢谢葛叔叔。不客气。老陈，哎，你看你带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是真不能要。哎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我不能空手来的。心意我们领了，要是收了，老葛不得犯错误啊？不会的。老陈，你听我说，啊，我刚在党委会上宣布了纪律，我不能带头犯错误。啊，不是。先走吧。
陈说这儿子他学习好，我这事麻烦葛局长了。你放心，我记住。好，我不打搅了，我送送你，我送送你。老陈。陈硕，我的祖宗哎，你怎么连个叔叔都不会叫呢？一点礼貌都不懂。我就说咱们不该来，他不会说我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只是说如果名额少，就先收裘木的儿子。他这话也说得对，我们那名额少不少也不一定非招他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可是他是裘木的儿子。怎么这么窝囊呢？带我来这儿有事吗？什么事儿？你猜。我哪猜得出来？哎呦，要让我说，我说就我说，怎么？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你干嘛瞪着我呀？你是没听清吗？那我再说一遍，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可是，我有那样一个家，那样一个父亲。我知道啊，我从十岁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可那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但是你父母会同意吗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他们同不同意跟我没关系，只要我爱你就好了。现在，我只需要你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难道你不爱我？我爱。我爱你，你不知道我梦想这天想了多久。周彤，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周彤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爱情就这样降临了，它不是从天而降的。但是在我十岁那年，由我父亲把我和子萌的手牵到一起，把一颗爱的种子种下，然后经历了12年的岁月，在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心中慢慢滋长起来的。它是如此甜蜜，如此丰盈，如此醉人。因为爱，一切都变得那么美。在天上流浪，世界在他眼中多狂妄，听着鸟儿歌唱，在和高山击掌，没有风和雨，只有阳光，落叶在湖中荡漾，
空气拂过你的肩膀，吹散所有沮丧，给你披上坚强，无论你脚步迈向任何地方，为你绽放的梦想，就算一路荆棘与美梦。看我干嘛？谁看你了呀？你为什么偷看我呀？我哪有偷看你？你把眼睛闭上。干嘛呀？让你把眼睛闭上就闭上吧。不是睁眼睛。好了吗？好了，睁开吧。就是太有才华了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使命就是写作。哎，知道吗？他跟网站分账分了多少钱？3000，厉害吧？看够了没有啊？还给我。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样了，是不是感觉明亮了，幽默了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他现在都嫌守夜人这个名字太灰暗了，说想要改成白夜。白夜，觉得特别没有个性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子萌应该是快乐的，我们两个马上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。那邹叔叔知道了吗？啊，我爸还没跟他说呢。你觉得我爸他会同意吗？那我哪知道啊。邹彤，今天周末我爸刚出差回来，我要回家，你呢？我跟子萌约了看场电影，我再回去。看，说到就来了。子萌，想我啦？嗯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，等会儿见。先走了啊。
擦亮一双眼睛，辨别黑白分明，每一句誓言好运都是那么铿锵有力，点燃一颗赤诚的雄心。脚步怎么能停，习惯日晒雨淋，每一次泪里缝隙，只待几句尘埃落地，忘不了谁的痛苦。因为心中有座无形的天平，捍卫正义，朝真相慢慢靠近，一路泥泞留下脚印。直